来，熊猫姐一样哦，熊猫姐一样哦，来，谢谢，来，刚才香芋给我，来香芋，来还给我，喝龙的水，来香芋，香芋有蛋的哦，有蛋的哦，哦，妹妹，外公还是要拿整箱的，整箱我算你便宜，要不要？不要哦，你不要买整箱，都算你比较贵的哦。这也还好啦，一箱你能赚多少钱而已，因为你拿整箱，我都觉得没有赚啦，这样。整箱才1000。好太多不太多啊。950。对。900，本钱给你900。900，本钱900。啊不要。好太多不太多。太多了哈，太多。太多就是两个人500块，有罢工。太多了，有蛋的，都有蛋的，有蛋的。这个呢，我喝行永康的，只讲了80块，这多少呀？只讲行讲了80块啊。哎呀，都给他给了。哎呀，都给他给了，我罢工。七家里啊，蛋香鱼本来就贵，它不是公香鱼，公香鱼不能破的有啊，破的用破法，破的百分之百破法，加七家，万五万五高手的啊，来八家里，来九家里，来十家里，来十一家里，十一家里，两个人给你啊，我买了500块，我包买啊。来蛋香鱼我买了500块，帮我一包，全部帮我一包吧。来给我，来给我下个，来。好，我这边点虾子、红鲍、鳕鱼，然后总共加虾头。金龙虾是5、6、7、8、9等等而已。来，三两个，买个一箱。来，不要三，你来海给我这边再做，这海给我等下吹等下煮的呀。我买了500块，你看我要赚你会200几块啊？来，我买了500块，三个人给你啊！来啊，七百块你啊！来啊，7、8块你啊！3、8块你500，还有啊，7、8块你，赚多3、8块你啊！4、8块你，我买了，好钱，我买好多贵啊！我买了，加起来，赚贵啊！我买了，我包还给我啊！来，我买了，我包500块，我包，上个钱刚买，我包，我买啊，这样你要几块啊？几块有人包？五金百货1000多。啊，两四位，两百四位，四位五百，妈你买一杯有够那贵的，百五，谢谢。你买两百四位较俗啊，啊你买一杯，我免说，哎，大家拢要买较少的，嘿，大家买较少的对无？无这道理啦，嘿啦，哎呀，无这道理啦，嘿啦，世间无这道理啦，嘿啦。来，偷偷，来，我这小心变苗蛋，来，偷偷。我这样喜欢玩小的，人买坐较俗，哎，这是有影吼，这是有影吼，哎，这同事，这对，其他对人同款啦。来，你要吃香味的多多的。阿姐，两位哦。我也坐到你啦，哎，我偷偷坐的呀，偷偷坐的，同款啦，来啦，我这红酒班拼拼，红酒班拼拼。下来讲红酒粿，妹妹，我是跟你讲一下哦，什么叫红酒粿？有两种版，正海。下海酒班的叫做竹贵，哦，叫做竹贵。啊，我是来讲啊，竹贵好食，好食，够贵无？要求有够贵，一斤600几块。啊，你若酒班啊，外口酒班啊，饲的啦，养殖的，一斤好伫300左右上下。那你今要红竹贵，人个正海鱼哦，正海的哦。红酒班红竹贵，那你今要红竹贵，人个一两三四才金花花鱼啊，来要食500块，500块。来，今要红竹贵，500块，500块，500块。大家要来红烛粿，500块，500块，几箱？两箱哦。我先跟你讲一下哦，这只鱼啊，你特别食啥？食伊的胶质，食伊的口感，你才食 QQ， 伊袂烂烂，伊是 QQ， 它有伊的胶质，咱用咱上班安尼啦。这公只才是海的，这才是海的。这一斤就是600，这金毛安尼话600，600、500有够俗的啊。来，我讲一个哩，你今仔食大餐。这只鱼啊，大家要煮螃蟹，冷焦尔，吹甲煮汤尔，啊拜托者，卖搞我煎哦，啊你也好呀，人你搞清点卖晒，你也好呀，人你清点了啊，全部去卖晒，我是无建议啊，这搞煮九千汤好啊，全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来，全部就10个人去，一箱10公斤，一人炸1公斤，差不多一斤半重。外口一斤也600，斤半地900，我花500，上下地少400，来，我讲好行，行两手凊彩，一人赚一台，我是爱报告哦，这台你若买袂落，我随收，我袂甲你多少，才全部10个人个，1公斤哦哩，再会搞吹，再会搞煮汤，食伊个饺子，食伊个口感有够好食，10个人个，卖500，食看卖哎，300了，300块，三百啊，300块，300，哎。
做第一个两只。红秋粿呢？一公斤卖300了呢。哎，小菜锅不粘锅。哎，我这乱走。哎，小菜锅不粘锅啊。别人来啊！我随心，我随心，我袂跟你多钱。老师觉得。别啊别，我切蹲啊，真的啊！你看要叫我蹲啥？看要叫我切一土豆啊，我蹲来看。无人价哦，无人价，卖记介绍。你讲百分之百的话，500，无人价。300人，哎，300呀，好，300呀，红春贵啊，300好啊，300了，300块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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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0啦，红春贵啊，300好，300啦。这边有你们要抓，然后我们就我们就抓这个，两百一条。来300了，300块，300行情贵，然后就进去就得了，300好。我以为人数跳到175，吓到了。上个节那给300好，300块，上个节那给300好，上个节那给300好，行情贵300好。来，开始。在经营市场哦，经营市场。来，下面红豆爷，下面红豆爷，看到没？阿姐啊，像这样没？来，你们这几啊？他躲起来了。不说这样，他比较躲猫呀。那边躲猫不说这样。你好，张奇啊。再过一批票，再过一批票哦，再过一批票哦，多多一票。啊，收这个收贵，我看你是感觉收贵啦。哦，不是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不是你讲的吼。我因为阿姐啊，你看人吃啦，因为你多多用不着贵啊，我好一斤400多块啦，现在才400多块啦。他厕所最近他不适合厕所啦。每个坐在20块哦，每个坐在20块，不拿那些的，各位贴起来贵哦。哎，炒菜锅不加锅啊，五金百货1000多种啊。来，不要炒到远，注意听，记起啊，记起啊，头尾出掉，全部中空。全国中考，五人个，一千二，1000块，1000块。来，多少1000啊？来，五人个，先提钱干么？1000块，好多。五金百货1000多种啊。1000块。来，加起来。1000块，我好多你们玩到了，1000块，1000块。我好多你们玩到了，1000块啊！我未来骗钱啦。靠呀，土豆现在就是叫算行情啦，真叫算行情啦。你外口地方买土豆一斤偌济啊？我称你话啊，别拢标的啊。帅，伊样来啊，阿仔啊，等一下啦。小啊，帅，阿仔阿仔啊，帅囝大地哦，超级大。那韩国的健康饮食嘞？韩国健康饮，这咱起来又中国起来了。有大大的好的，大红小小的好的，哎，这个标准的有这个，哎，国健康饮啊，标了，这标老高，这国健康饮老少，我这几条都是高啊，俺那地来又送过来，小的好的吼，还有些，啊，那你标过时间要记得，啊，我过来这条中间那个又送，都没有啊，哎，韩国健康饮哦，哎，这韩国健康饮哦。哎，韩国健康以来啊，贵州地啊，本来我是来种的啦，天气来地啊，一包几只，贵州地啊，它就是只，哎，阿婆吃了是多哎哟，一包几只，你说你吃好不吃，我包了还要客气啊。贵的是，两个，两个哦，来给我什么吃？1000块，我到你1000块。贵州地啊，它就是只。哎，炒菜锅不粘锅啊！他这样子不能健康哇，这几块不要全部擦干净，这个50。哎，日本健康哇哦，也等几十块。来，三个。上海两个1000块。
跑特，我靠，一年穿了偌济，上无35起了。我讲一斤丝袄算保守哦，一斤丝袄算保守哦。我靠，千里外哦，千里外哦。你要当做就少个，够现老啊！老太说不听话啊！这面领导在这里边嘞，这是很老的。哎，是的。上我一个1000块，1000块。哎，多少1000啊？1000块。五金百货1000块多啊？是的。都是的。哎，大哥，还有这边三位姐姐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我帮我招啊，我来送去。喂，哎，阿波头来啊，波头。我来送去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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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偷到钱，我没偷到这个信用啊，这个信用啊。他说吃可以，哎，没了没了，不收了。哦，不收了不收了。这就来破他的老弟，就别老婆让他破，就给他破出来了。我的破脸，拿钱啊！能破能破，钱能赔能赔，我这个都讲。啊，你看我了解。直接签单，直接签单，直接签单。这里破头呀！他们坐在你做菜，你弄个干锅啊？锅边锅边。啊，下面这个钱，先赔钱这些。啊，哎，这下要对对对抓。